様だ。うわぁ、鬼的我都觉得很像鬼啊！这怎么？是在动了。但是别说，虽然是蝗虫，我们节目组也是把它经过了碳烤之后，撒了点孜然，然后再撒了点辣椒盐，都好吃了。有一点烧烤的味道。先吐一次，要输赢。好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竹象虫，哎呀，那么大！你说我们好脏。然然，哎，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你了。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了吗？已经。那我们最后一次，好好的一起来玩一把游戏吧。好。现在两个人，你把生命交在这个舞台上。对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，开始。看到了，咱们一关比一关难，虫子一关比一关大了，马上要轮到第三轮了，要考验你们塑料姐妹花的情谊的时间到了。塑料姐妹花，是的，现在出场顺序很重要了啊。对，第三轮和第四轮到底决定是谁呢？两队派出自己的代表成员是谁？阿华、陶普尔，站了起来。费雪，因为我相信费雪，他一定他比较肺活量比较大，对吧？看出来。好了，还有我们的谢妮，来来来，两个人，各就各位。看看这一轮我们吃的是什么呢？哎呀！是蚕蛹，是蚕蛹。这个蛋白质含量很高，对呀，而且特别好吃。那我们就吃下，后辈肯定要让前辈吃。我笑。你们多吃一点，补补身体，这样才能好好工作，对不对？ Yeah, 两位准备好了吗？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开始！这个胶原蛋白的味道怎么样？还没有嚼上，还没有嚼下去，太大了。尝试一下吧，尝。这个汁液在自己嘴里爆开的味道怎么样？咸咸的，咸咸的。那我们恭喜陶普尔又得到了二十分的好成绩。恭喜陶普尔。